动我干啥呀？我咋了我？还得是爱运动姑娘好啊，阳光。哎我去！哎妈呀！这咋还有只小猫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手机在上面。等一下。小猫呢？喵！哎妈呀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小猫搁外面不得冻死啊！喵！作为学生会主席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学校有规定，所有的流浪猫都必须要送去收容所。我看这只猫像刚做过绝育，还剪了指甲，应该不是流浪猫，是家养的。在学校里面游荡的就是流浪猫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它现在不能去收留室，说不定它主人已经在找它，过两天就找过来了。过两天？那这两天这只猫怎么样？让它在学校里面流浪吗？可以暂时找个地方让它住。不行，学校里面不可以养猫。不是长期养，只是短暂的收留。那也不可以，学校有学校的规定，我们不可以轻易破坏学校的规定。别磨叽了啊，这猫我养了，它是我的了，你先管不着。我才说过了，学校里边不能养猫。我搁外头租房住咋的？学生不允许私自上外面租房住，这也是学校的规定。妈，那我专门租个房给我猫睡咋的？这你也管着啊？你走，咱不用打人，够拿耗子多管闲事。无聊。哎，不是老三，不管咋说，这猫是我和你一起救的，你也应该让我抱一会儿吧。嗯。哎。哎妈，咋这么可爱呢？啊，别抱太紧了，猫会很难受。哦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前也没抱过猫。把这个穿上吧。不用，你脱了捏了。你穿的是短袖，我穿的是长袖，拿着吧。猫给我吧。来吧，给我。你还是不要养它了。哎，不是老三，你是不是还因为昨天那事生气呢？你要还因为那事生气，你就直接跟我说。我没有生气。你不是这里养吗？好像是过敏了。有的人天生就对猫毛过敏，知道吗？过敏没大事，来来来，给我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有些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。你现在要不就去医务室拿点药，要不就得去医院看看。猫
我就先报回社团了。哎，老三，谢谢啊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的外套，还有替小猫谢谢你。这是我们电影社的猫，你不许动。是吗？那它叫什么？多大了？以前怎么没见你养过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依山抱回来就是我们的猫。那依山还是我们创业社的人呢。我说这是我们创业社的猫，不行吗？依山，你给评评理。你们两个连只猫都要抢？哼，就是。来，哎，我们去玩。哎，你咋胳膊肘还往外拐呢？他爱玩就让他玩去呗。你说咱俩是不是应该给他买点猫粮啥的呀？猫粮和猫砂我都已经买了，等快递到了我就可以去拿过来了。啊，那你算我一半钱啊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只招财猫，咱们的生意一定红红火火。哎，你为啥不把它带回去呢？我尿尿有点洁癖。哦，严一山，你会拍照吗？你想干嘛？哎，人就跟猫一样，留不住啊。喂，雪儿，你说的社团招人的吸引力我找着了，照片我都拍了。我先不告诉你，等回寝室了再跟你说。等我啊。真不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吗？哪有啊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哎呦，等着吧。创业社还有猫呢，多可爱啊！这好可爱啊。真的在这里吗？应该是，里面是应该有猫的。这也太可爱了！扫码关注。来人了！啊？请问这是有只猫不？咋说话呢？应该问这是创业社不？哦，这是创业社，这儿也有猫，要不我开开门让你们瞅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猫呢？哦，那箱子里面。还真有猫。真在这儿，这咋这么可爱呢？可爱吧？加入我们创业社就能每天撸猫。我给你们拿报名表啊。报名表啊，太可爱了。就是。你不会真想靠这个猫招人吧？这猫是我们捡的，早晚得还回去。有一股奶味儿。知道。我劝你还是想点其他办法招人，不然你这样迟早招不到。知道了。来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报名表、个人简历。锅开了，来，来吃吧。等你。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喂，娘娘。哎，我今天就不回来吃晚饭了。
今天晚上没课啊，今天。啊，那我马上回来。各位，对不住了，我有点事要回家。三三，又要走啊？你本来就回的少。哎呀，有吃的吃你的吧啊！别臭爸爸了，人不是说了吗？人有事儿，谁像你呀，有吃的就啥也不知道。其实是我娘娘，我姑妈来东北了，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，这不让我回家吃饭去了吗？哦，怪不得你最近都不回宿舍住啊。哎，那啥时候我们去拜访拜访啊？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去，是我不想让我姑妈在这里待太久。被人管着是挺不得劲儿的啊。嗨，其实我爸妈也这样，每天都问我在东北过得怎么样，天天一个电话，定时定点打。有时候吧，我就在想，他们可能不是担心我，是他们自己无聊了。哎，别，面最后下。我先走了。行行行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下次一定啊。嗯呐。下下下下下下掉下掉。来，宝宝们宝宝们，今天带你们在宿舍吃火锅哈。你看这个锅底是我专门从真是太不专业了。你说你一个吃播怎么一点创意也没有呢？来，你试一下这泡菜。来来来来，我不吃。你试一下。我绝对不吃。宝宝们，我肯定不吃。我又没下毒，你试一下。来，哎，那个味道还可以啊。哎，宝宝们宝宝们，我发现了一种新吃法。是吧？你说东北酸菜放到四川红汤锅里面，那个味道好上头哦。哎，老姚，你说咱请人吃饭，请不来人，disco也没有人来，咱怎么样才能认识学校里面靠谱一点的姑娘？其实，咱不一定非得自己搞活动呀，反正去参加一些人气比较旺的活动，不也一样的人？嗯，继续说。明儿不中午了吗？咱老三啊，每周五都有个什么主题放映会。他那人多呀。你要去哪儿，指不定能遇上什么人呢。哎，老友，这主意行啊。你说上老三那儿看电影的，都老有艺术气质了。那肯定。哎呀妈，你什么时候变灵光了呢？说得好。这是他这几天吃的猫粮，和同学送他的一些玩具。周老板，松鼠，猫，好，就放心交给我吧啊。
舍不得啊？赵老板还有这么感性的一面？啥舍不得呀？我就是发愁，招财猫一走，好不容易招的人都走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回去再慢慢想办法吧。嗯，走吧，回去了。看咱整的这礼品，多厉害！哎，这是什么？所有电影。老三，老三，啊，猫不搁屋里的吧？哦，猫不在，进来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参加放映会啊。今天搁屋里看。哎，说的对，今天呢，我们看那个《小丑回魂》，搁屋里看老有气氛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电影社社长鲁娜。啊，我是依山他们寝室老大关闯。啊，久闻大名，久闻大名。你是？我叫鹿晗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等会儿你俩把这个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那行，你们去沙发那儿打呗。那儿呢？那儿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坐沙发那儿。哎，那你先去吧啊。你啊，宿舍我们自己坐。来来来，这都搬上了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谢谢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
天儿，你不害怕呀？厉害！你平时除了看电影，还喜欢干啥呀？慢用啊！赵老板，这个月的工资你得给我涨点了。涨工资你跟我爸说去，你跟我说干什么呀？那不行，这个月得找你。啥意思啊，罗胖？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给你汇报。说。你不觉得你爸最近有情况吗？你不是一直想给你爸找对象吗？那些对象都住你家去了，你咋还没反应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爸每天都给那个杨老师那发信息，晚上睡觉都抱着那手机，啊，你杨老师家有什么？不是你们家有什么事儿？那你爸那反应速度，那简直就绝了。你是说我爸看上杨姨了？嗯呢。哦，怪不得他每天都这样。嗯，你看呢。所以你这个月是吧？下次吧。下次这次。你上班了？不是，你这什么老板？你这怎么弄的？去吧，去。杨医生，我俩都报名参加你们电影社了，要面试啥的不？到时候你能提前通知一下我们不？哦，这个是啊，找我们鲁社长就行了。谢谢。你们在啊？那你们下周放啥片儿？在哪儿放啊？这个目前还没有确定。那确定下来，你能通知下我俩不？我们会贴公告的。走吧。走了。那下周见。哎，气球。哎，今天活动咋样？哎，真好。游戏就来这儿吧。嗯。那我也走了啊。走。那我走了，罗师兄。哎，你俩还没填报名表呢呀。那杨一山也太气人了，跟他说话爱答不理的。你不还挺喜欢他的吗？我可没有啊，要女生主动的男生可不能喜欢。嗯，但是主动的男生又阳二正的，像今天关楚。
去看看情况呗。也是。又是一次成功的放映会啊！哎呀，哎，医生，嗯，咱下回是不是应该放个科幻片了？嗯，哎。咋了？漂亮！哎呀，依山呐，咱这每次放映会都能找到新社员啊。哎呀，咱这电影社呀，总算是支棱起来了，真是蒸蒸日上，节节高升。不对呀，下辈子。大概不会是看上你了吧？又咋了？没事，我看看。